从我的父亲到现在开了40多年，我们是家庭式的啊，我是兄弟姐妹做啊，我们是本地啊，还有啊那些游客啊，一些吃过了他就倒转回来吃啊，但是淡水的那个蒸虾也是生虾，就是炒这个生面，当地野生的这个八姑菜，八姑菜这个是炒咸蛋，东亚酱蒸这个面鱼，我们也叫打发鱼，是一个河鱼啊，是一种河鱼。